代码，我今天要来介绍就是我最近都在读的三本书，就是最近好像不知道是年龄到了还是什么，就是会一直想要去多读一点书，然后多清晰自己内心的思路。像以前的话，我看到书就直接睡死了。好，那我现在介绍第一本，第一本的话是《万能金钥》，那这一本的话是在讲说，就是24周心想事成的成功秘诀乘以33条宇宙法则，人类史上最具有的影响力的潜能开发课，让万能的无限力量为你所用。那这个的话就是在讲说，如果说你现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，你可以去读这一本书。这本书的话就是可以帮你清晰你现在内心的思路，然后让你 去知道说可以自己去做什么事情。那第二本的话是短影音圣经，现在的短影音市场太流行了，那很多人如果想要尝试却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的话，可以先读这一本书。像我自己就是也是很认真在经营我的短影音市场，那这一我们几乎大概有空的时候就会来看。那它里面有讲到一个比较经典的，就是这个时代两手空空的创作者才是强者，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朝这一块前进的话，就是不要想太多，做就对了。那就到了一个挫折，我们再去做调整。第三本的话是复利效应，复利效应的话，这个作者是戴伦哈迪，这个作者。那它里面的话有说，无论你做什么、学习什么、使用什么策略或战术，成功是复利效应的结果。那常常会听到人家在说，复利是第八大的钥匙，这样讲。人类的第八大奇迹。什么中奖制度？复利是人类的第八大奇迹。复利是人类的第八大奇迹。那我现在也都还在学习，那推荐这三本书给大家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哦，拜拜。